演出电影《小丑》爆红的好莱坞男星杰瑞·德雷托，为了宣传自己乐队巡演，他竟然徒手攀爬美国纽约帝国大厦外墙，从86楼一路往上爬了大约20分钟，直到爬到楼顶，让人看了胆战心惊。新闻最后带您一起来看，更多资讯请锁定中视新闻 YouTube 频道，按赞、订阅、分享、开启小铃铛。感谢您收看这一节中视新闻，我是王一仲，我们再会。